近期在旅游四密室又开了一家新的高档粤式酒菜，新颖的菜色、贴心的服务、干净的环境，也吸引了很多民众前来尝鲜。位于 Rose 密室高位大道上的洪德品味海鲜酒家近期正式开幕，从试营业期间就已经宾客盈门，早茶到宵夜，每天店里都人气旺盛。开幕典礼当天，周议员周本立先生、各位市议员以及各界侨领都莅临现场为饭店开幕剪彩。我们的餐馆的特色呢，就是为大众服务，我们呢以那个最诚心的一个态度服务我们社区，我们以粤菜为主，我们的菜色呢是经过精心炮制，然后呢我们很多特点都非常有名，特别我们龙虾啦，我们那个贵妃鸡啊等等等等的，我们都很优惠的给服务大众，都非常棒的一个反应。海鲜酒家主精粤菜，粤菜诠释的精华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，这里出品的每道食物已经不仅仅是色香味俱全，而是洋溢着著名大厨的超星级精湛水准。酒家聘请了扬名广粤美食界的知名主厨关明师傅亲自坐镇，厨师们妙手烹饪的传统美食样样都让食客们赞不绝口。洪德品味海鲜酒家的装潢也是一大亮点，整体格调大气华美，新颖时尚中透露着优雅，大厅气派非凡，晶莹璀璨的灯饰、巨大的电视墙幕、多间宽敞的高级贵宾房，并且配备了专业的卡拉 OK， 墙上还挂有高品位的壁画艺术以及著名风水大师孟昭明的题字，处处都彰显出了店家唯美高雅的品味，可以说这里是请客吃饭、举行宴会的绝佳首选。中天频道采访报道。